我要讲的不是历史，是我自己的故事。项羽这个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，其实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诗人，可是民间至今流传的那首《力拔山兮》又并不是我的作品。我的诗没有写在纸面上，它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血液。我项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力能刚顶的大力士，我的身高也没有八尺，
更不是京剧脸谱中那个一脸沮丧的架子花脸。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诗人气质的男人，一个出色的军人。这是什么剑？这是你祖父项燕将军的剑，少将军不记得了吗？亚父，我当然不会忘记。看到这把剑，你就该记起你项家的仇恨和楚国的兴邦大业。项老将军一生戎马，为我楚国是东征西战，最后他被秦将王翦所杀。亚父，你说错了，我的祖父并非死于王翦的枪下，他是用这把剑自裁的。虽说都是一个死，但是对于军人来说，自裁意味着尊严，这不仅关乎着我项家的荣誉，而且还预示着一种宿命。宿命？是的，宿命。很多时候这把剑拿在我的手中，我却感觉不到他的分量。我向往得到的是从前楚王三师在民间的那对清风雌雄剑，那是干将莫邪的心血杰作，三年得以铸成啊。据说这剑带给人的不仅有胆略，还有灵气。我渴望它已经很多年了，我要用它去找寻我真正的对手，那就是秦王嬴政。嬴政，别看他荡平了六国，哪怕我楚国只剩下两三户人家，但亡秦必楚。亡秦必楚。亡秦必楚。不惜改尔虞，若尔无言，撼人心的楚歌，你的魅力不在于气势辉煌，而是内敛的悲怆。楚国，祖父，宿命。是的，宿命。八年后，我在乌江边上的自我了断。这种自我了断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完全是对我祖父的一次公开的模仿。一个人的血液是很难改变的。好一匹乌骓马呀，
他的鬃毛在天光下熠熠生辉，他的形象就像一面战旗迎着凛冽的风向我奔来了。来，我等着你，我的乌骓，我的宝马。你是被这匹乌骓马带来的吗？朕是。请问这可是楚国吗？楚国？这里应该是属于楚国的。楚国。姑娘，你从哪里来？我来自远方。远方？我乃楚国人士，未必战乱，此又被父亲诉到远方。我问父亲何时请我回家呀？姑娘，你听到的只是一支前奏。即便是前奏，那也是楚歌的前奏啊。楚歌若再不奏响，恐怕就要失传于……我能让楚歌重新奏响，姑娘，你可相信？我能让楚歌重新奏响，姑娘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的眼神已经说服了我，你身上流露出的那种霸气让我热血沸腾。你是项羽？项羽这个名字我在梦中不止一次的听见过。项羽，项羽，请问姑娘芳名？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你已经知道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刚才你不是对着我和这匹乌骓马大喊了一声咦？这就是我的名字。这就是你的名字？这就是我的名字。一个多么好听的音节。咦，thank you.
亡秦必楚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好消息呀！少将军，亚父慢慢说来。嬴政，嬴政，他死了。什么？嬴政死了？是啊，那秦始皇嬴政在巡视途中暴死于沙丘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？嬴政居然就这么死了，可惜，可惜，是否感到可惜？秦王嬴政可算得上是一代枭雄，我渴望与这样的人在阵前相遇，他是可以做我的对手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对手了。少将军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楚国的机会来了，灭秦兴楚，雄霸天下，一统江山，我们唾手可得呀。可问题是，我现在对江山似乎不感兴趣了。范增我的亚父，我第一次看见他对我表现出了失望的神情，我当时没有说谎。自从我与于姑娘在乌江边相遇，我这心里就装不下江山这个字眼了。可是让我感到矛盾的是，我答应过我的女人，要让楚歌在广袤的大地上重新奏响。要让这动人的旋律响彻云霄。我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，我能和我心爱的女人一马双跨，去过那种诗剑逍遥的日子。可是不行，我总是在夕阳的余晖中与祖父向烟染雪的身影相遇，他在凝视着，而所有楚国人灼热的眼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残暴的嬴政害得天下百姓灾难深重，灭秦已经成了苍天赋予我的使命。报，秦将李由直奔我军阵前而来。李由，李斯的儿子，来得正好。你就是李由将军吗？正是。阁下想必就是项将军吧？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，我就不必再自报家门了。作为军人，李由能与你项将军立马阵前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荣幸？那我就要对你刮目相看。你的眼神很特别，以至于让你的敌人不寒而栗。可是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的是阴郁和悲凉。项将军真是好眼力呀。李由将军，看你一副少年才俊的样子，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吧，你可否考虑一下放下武器呢？住口！我父亲是大秦的重臣，我是大秦的将军，在我们还没有交手之前，你竟然让我放下武器。听起来，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说一个市井的笑话。李由，你不提你的父亲倒没什么，提了我可真的生气了。你父亲李斯比那赵高楼狗好不了多少，赵高坏在表面，而你父亲李斯坏在骨子里。嬴政干了那么多天理难容的事情，几乎桩桩与你父亲有关，你老子活在世上就是不知羞耻。你还记得焚书坑儒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来为我父亲请罪的，只有以这种方式。才能洗刷我李家的耻辱。你来吧，我愿意死在你的剑下。李由，李由，你住手！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项羽。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你大可不必手软。放下武器，我灭你一死。理由，想我理由，求生不能，难道求死
对得起你的秦国，对得起你的父亲了。多谢项将军。他作为一个军人的本色，也挽回了他父亲的人生败笔。他的死让我看到了一个军人和一个男人的尊严，一个男人的勇气是多么高贵。一个萧瑟无比的季节，阴雨连绵，秦将章邯30万兵马将巨鹿城围得水泄不通，赵国危在旦夕。但是楚怀王却无动于衷，还把一个叫做宋义的江湖术士凌驾到了我的头上。是啊，我们如今兵多将广，他们开始对我不放心了。他们既离不开我们项家的光荣旗号，也离不开我的军事才能，他们愿意大胆地利用我，却不愿意给我信任。也许这就是政治。作为军人，我以服从军命为天职；作为项家的后代，我以匡扶大楚的基业为己任。我可以被人利用，但是我不能容忍的是又利用又不信任。少将军，亚父，赵国使臣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天了，这宋义就是不肯发兵，照这样下去，赵国必亡无疑。宋义的心事，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？他是想先让赵国和章邯的人马拼个鱼死网破，然后再趁虚直入。
这样一来，他既可以向怀王交了差，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名声。这不是军事，这是政治啊！不过依老夫之见，他宋义按兵不动，倒也对我们有利。对我们有利？是啊，你看眼下的季节愈发寒冷，阴雨不绝，我们的军需很快就会成为问题，供给跟不上，将士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，这就动摇了他宋义的威信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便趁虚而入。正是。这不也是政治吗？哎呀，少将军呐，打天下可是离不开这政治的啊。政治，政治，我讨厌这肮脏的政治。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大将军，我们在讨论什么时候向赵国开拔。这连天的阴雨不利于行军，更不利于作战。上将军，我们在安阳已经困守了46天，赵国百姓望眼欲穿，倘若再这样按兵不动的话，那么后项羽问横刀立马，我宋义不及你，但论运筹帷幄，你也不如我宋某人呐。所以怀王任命我来执掌帅役，不会不服气吧？哼，我现在只关心赵国百姓何时得救。哎呀呀呀呀，真没看出来呀，一个成天挥刀杀人的人怎么也变得这么仁慈了。我还听说雨姑娘是你从乌江边上捡回来的，真可谓是侠骨柔肠啊。宋义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女人。你想干什么？将军息怒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是于姑娘冷静了，我只不过是开了句玩笑而已。你，将军息怒，不必与他纠缠。让你受委屈了。鞍马劳顿，等我们打进了咸阳城，我一定要让你在那美丽的阿房宫里好好的歇上一阵，让华清池的水为你洗去伴我征战的尘埃。这些并非是我所愿。那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为什么彼此之间用刀说话？启禀上将军，赵国使臣再次求见。哎呀呀，这个真是好难缠呐、啊！那就让他进来。上将军，上将军，请你帮帮我们可怜的赵国吧。张邯的30万兵马已经把巨鹿围了一个月，城内已草尽粮绝了。大人，如果你再不发兵，我们可真的就要罢了。
多了。我也是心急如焚呐、啊！你没看到这天空的颜色，连天的阴雨，我们怎么发兵啊？再坚持几天，等雨过天晴。等雨过天晴，赵国就不存在了。项羽，请你注意对我说话的方式。再坚持几天，赵国使臣，既然上将军如此裁决，我也爱莫能助。如此看来，我真的是找错人了，我也错看了你，项将军。何出此言？想你项家世代良将，只可叹将门无后啊！大胆说什么以报国兴邦为己任，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大胆！像这般见死不救，谈何正义之事？这岂不辱没了你项家的荣誉？将军，你看这天空飘的是什么？大雨倾盆。不，这不是雨，这是我们众人的泪呀！方将军能以一个军人的良知，能帮我们赵国吗？将军。先生，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干嘛？想让赵人的血流尽，你才发兵吧！天只想让你们给我做一个证明，倘若日后有小人说我项羽居心叵测，拜托大家为我说句公道话。记录，王秦毙。
宋义一死，往后的路就顺了。没过两天，我们渡过了漳河，但是后面的给养跟不上，我下令把锅砸了，把船沉了，横下一条心，跟秦军决一死战。后人管这叫做破釜沉舟，其中的敬佩之情让我多少感到几分得意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从这个时候开始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幸福。我的军队一往无前，巨鹿城就在眼前了。上将军，钟离将军，前线情况如何？那张邯认定我们是来和他拼命的，竟躲着不敢出来应战，只派个王离前来叫阵。好，就先把这个张邯轰出城来。钟离将军，在带领人马抄他的后路，不得放过一兵一卒。我将无命。这是战争，是军人之间的搏杀，必须分出个胜负高低。这是我失去理性的季节，虞姬的话非但没有引发我的检讨，反而让我越发的疯狂。不久张邯率兵投降，我虽然依从亚父的主张将旧账一笔勾销，但是我担心张邯带来的20万秦兵会随时谋反，于是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下令全部活埋。之后我为自己的暴行悔恨不已，我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凶残？这是我的人生败笔，也是噩梦的开端。在噩梦里，我看见无数冤魂在对着我大哭，然后转为耻笑，他们耻笑的是我高贵的血液。在噩梦里，我
看见，我看见一个魔鬼在向我逼了过来，我看不清他的面目，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，权力。权力，末将张邯参见上将军。张将军，上将军，你可知我今夜叫你前来是何用意？将军是要取张邯的性命，所以你进帐之前主动摘下了你的佩剑。临死之人无需佩剑，张邯，你再以这种举动羞辱我，张邯绝无此意。来，你拿着我的剑，将军拿呀，将军拿呀，将军拿呀，将军你这是何意呀？用我的剑取我的性命，我宁可这颗骄傲的头颅让你用剑削去，也不愿意顶着它接受你无懈的蔑视。来，上将军。该杀的是我，将军如此坦荡，张邯也不得不实言相告。巨鹿之战我虽兵败，但心中至今没有归顺之意。我那20万兵马就是为了预防不测，以期东山再起。这怪不得将军多疑，实在是张邯居心叵测，罪不可赦。这是在为我开罪呀，请受项羽一拜。上将军，张邯的这番话真的能为我开脱罪名吗？我真的有理由活埋那20万的秦兵吗？我刘邦已经占领了咸阳，他倒捷足先登了。先入关中者为王。这刘邦一路上投机取巧，遇敌不战，遇城不攻，直奔咸阳城而去。争夺天下的人能有几个像我项羽这样遵守游戏规则？但是这刘邦的野心并不止于做关中王，他想要做嬴政第二。可是我从他那张过于白皙的脸上看不到什么帝王之气，倒是一眼就能看得出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。哼，从古到今，但凡流氓之辈都是很容易得势的，据说你们现代人管这叫做逆淘汰。亚父，亚父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咸阳城上空的那片云呢，呈龙虎之形，且现五彩之色，这恐怕是一个危险的征兆。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天子之气？上将军，刘邦这个人我们早已领教过，
如今他又抢先进了咸阳，我们辛苦设路，他倒不费吹灰之力，是拾起来便走。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那咸阳城顷刻间便会血肉横飞。那刘邦，可是我不喜欢这个方式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你不可再迟疑了。我们今天请他来这鸿门赴宴，正是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你想让我去效法那个混吃骗喝，最后硬着头皮充好汉的荆轲？这老夫的意思是……好了，亚父，不要再说。其实我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刘邦这个骗子，但要用属于我的方式。我的方式就是光明正大的杀他。我现在期待的不是时机，而是杀人的工具。我派去寻找那对清风雌雄剑的人已经出发很久了，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啊。上将军，你要的东西找到了。找到了。请上将军夜见。好剑，黑公道，刘邦来的正是时候，天助我也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。所谓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作为一篇美文，太史公司马迁这个段落可谓是精彩绝伦，但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细节，或者对此语焉不详。使日后鸿门宴演变成了阴谋的代名词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遗憾。那一天的真实情况是，酒过三巡之后，项庄表演剑舞，想借机行刺刘邦。这无疑是范增的安排，但是我极不愿意看见在我的大帐之内发生类似荆轲刺秦的把戏。
我讨厌这种下流的行刺与暗杀。男人做事应该用男人的方式。相公，少将军，独自舞剑如同独自饮酒，岂不孤单？再说你的剑法一点也不优美。我这可是奉命行事。你奉谁人之命？在这里只有我可以号令三军。我下去。我要遏制住这份疯狂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我项家的名声。我是要这个刘邦死，但绝不用阴谋。我要让他死得服气，死得像一个男人。沛公，你这是头有点晕，出去吹吹风。哎，老夫可知道沛公是海量，这才酒过三巡，怎么就上头了？莫非是上将军的酒不对你沛公的胃口？不不，好酒，好酒。那老夫敬沛公一杯。这是不是喝完了这杯，我就可以上路？上路啊？你是要上路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天色还早，这天这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好戏，好戏现在就开场。沛公，上将军刘邦，项籍兄弟，你不是一直梦想着君临天下？不不，威兄可从来不曾有此非分之念。来，抽出你的剑，当着众人的面做一个彻底了断。怎么，你是要让我和你决斗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也不失为英雄，这方式可算公平。项籍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如果你贪生怕死，可以不与我交手，但是你必须许下诺言，从此退出这个用刀说话的舞台。我甚至可以陪你一起退出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对江山社稷越来越没有兴趣了。哼！来，抽出你的剑，像个男人。佩玉三世于你，这是何用意啊？这个不明智的老人今天竟然指挥到我的头上来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每当范增以此佩玉世人，那必会有一颗人头落地。那么今天这颗落地的人头会是谁脖子上的呢？总不至于是我刘邦的吧？刘邦，你不要太嚣张。亚父言重了，在上将军的大帐里，我怎会有如此胆量？谅你也不敢。你今天进得了这鸿门，只怕出不去。亚父，你喝多了。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呀。上将军的人格我一直都是非常的钦佩，此次来鸿门赴约，众人都劝我不要前来，可我还是来了。你我本是结义的兄弟，这兄弟间他总不会以血刃相见吧？我相信你是不会杀我的。你就那么自信？即便要杀，也绝非今日。你是堂堂的上将军，总不会听任一个70岁老人的唆使和摆布。刘邦他一向善于言辞。我说的对吗？你说的对。
我项羽从来不受什么人唆使摆布，更不会做那些鼠窃狗偷的小人勾当。那我就回霸上了，待明日一早我就打开城门，恭迎上将军的大军进咸阳。如此看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哎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天赐良机呀、啊！你我早晚都要死于刘邦之手。后来亚父范增总是重复这句话，我觉得他是在危言耸听。那天夜里，我又梦见了我的鱼，它还是那么的美丽，但他的表情却是哀怨的。我好像听见了鱼的哭声，那么悠远苍凉的悲声如同楚歌的旋律。我第一次听见鱼的哭声是在我开进咸阳城的第三天。那天早上我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。拜臣子婴叩见上将军。我的本意并不想捉弄这个柔弱的小男人，更不想取他的性命，但是这个人一见面就是一副媚态，生言饶他一命他就感激不尽了，让人觉得实在是没有一点骨气。你真是秦王子婴？拜臣不敢言王。好一个不敢言王啊。子婴今日拜见上将军，愿意俯首称臣。子婴，拜臣在。听说上次你见刘邦是抬着棺材去的，啊，脖子上还缠着一条白绫，啊，那为何今日见我却取消了这样的安排？将军，你是要我死吗？我对你的死不感兴趣，只是讨厌你的投降。你好歹算是一国之君，尽管在位不过46天，你可知道君王是一个国家的象征？你一个人的投降让全体秦国人变成了亡国奴，你一个人错误的举动让全体秦国人蒙羞受辱，阁下觉得这样妥当吗？将军，你的话让我茅塞顿开，我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。子婴今日无非是代先人受过。你不是代人受过，而是替整个秦国捐躯。多谢上将军指教，子婴愿意听任上将军发落。我不会发落你，只是憎恨你的投降。上将军，你就成全我吧。上将军，上将军，你就成全我吧。我拂袖而去，走了很远还能听得见子婴的哭声。上将军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子婴被人剁成了肉酱。这倒让我的内心生出了几分悲哀。子婴的这个下场是他的命运，一个人很难逃脱自己的命运，就像无法逃脱自己的影子，我也无法逃脱自己命运的安排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和这个子婴真有些同病相怜的。那个黄昏，我骑着心爱的乌骓踏上了骊山，在这个并不伟岸的山丘之下，埋葬着不可一世的秦始皇，而如今这始皇帝的坟冢已在我的马蹄之下。夕阳残照下的咸阳城，
炊烟袅袅，那豪华无限的阿房宫镶嵌其中，就像一颗璀璨的宝石，闪耀着惊人的光辉。这该是大秦帝国最后的风景了。我项羽的使命完成了，关中虽好，可是我不能久留，我的心已去了江东，去了彭城，那里有我的女人在等着我回家。也就在这天晚上，也就在这天晚上，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当中。我仿佛看见，仿佛看见自己的魂魄像无边无际汪洋中的一个孤岛。我听见了一个女人在哭，是我的鱼在哭，是我的女人发自内心的呼喊。鱼，鱼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看，这就是阿房宫，当今世上最豪华的宫殿，我们可以在此共度良宵，对酒当歌。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。你没有到，那么你是在？我在你的梦中。梦中？难道这阿房宫不好吗？是说这座举世无双的宫殿如同一座坟墓？是的，我感到一丝丝的寒气正在侵蚀着我的骨头。上将军，鱼，粗大吗？鱼，皇帝听起来真是个不错的称号。你到这里是要告诉你，是要告诉我母亲妈妈的头发全部理了，妈妈的头发全白了。我该回家了。咦，咦，咦，虞姬走。他甚至都不愿意在我这苍白的梦境当中多逗留一会儿。难道我真的变了，只身在这个豪华无限的宫殿里？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谁？我还是那个会用洞箫演奏楚歌的人吗？我还是那个把诗写在心里的那个人吗？那个人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是上将军，我自封西楚霸王。可是我当了上将军，我就活埋了那200,000的秦兵，我成了西楚霸王，我就住进了这个举世无双的宫殿，我大权在握，刚愎自用，为所欲为。倘若日后我成了皇帝，我和那个暴君嬴政有什么两样？权力，权力，权力！我终于看清了你可怕的面目。来人，给我准备好柴草，我要把这阿房宫
付之一炬。且慢，霸王，你果真要烧掉这阿房宫？军中无戏，可这阿房宫费尽了天下百姓的钱财，你把它烧了，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呀？那正好用它来祭奠这天下劳苦的苍生。霸王啊，如今秦朝已灭，是天下归心啊。刘邦也修好了西行的栈道，知趣的去了汉中。我们本应该在这咸阳城里恢复朝纲，重整河山的，可你却下令火烧这阿房宫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，我怕在这宫殿里住久了，嬴政会借我的身子来还魂。可是什么？这宫殿你可以不要，那江山呢？这江山怎么办？我早就说过，我对江山不感兴趣。哦，我们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，难道要让别人坐享其成？我不想当皇帝，也不会容忍别人坐享其成。天下是大家的天下，为什么非要让我一个人来掌管？我也实在想不好，谁能管得了这个天下？那我就把这天下分成18块，我只要其中的一块，那就是虞姬的家乡西楚。万万不可呀，那秦始皇嬴政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，你若重回分封割据的老路，这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？后来的人们说的和范增一样，我对历史是外行，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任。我就是不喜欢皇帝这个称号，我也没有看出来，在这以后2000年的历史上，又出了几个好皇帝。给我烧！2006年的秋天，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先后攻下了咸阳和洛阳，
下一个目标就是西楚之都彭城。这个刘邦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睢水一战汉军死伤竟达30余万，但是这刘邦还是逃脱了，他竟然丢下了他的老父亲和妻子，独自溜之大吉。无论后人作何评价，穷寇莫追是我恪守的原则之一，这或许不符合政治家的逻辑，但是体现了一个职业军人的道德观。那时候我想，如果这个刘邦秉性不改，他早晚有一天还会落到我的手上。我是不是很自负？作为军人，我从来就是自负的。而历史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没过多久，刘邦就被我包围在了荥阳城中。八王啊，刘邦现在已是瓮中之鳖，你可千万不要再上演一出鸿门宴了。我在等待刘邦的投降。什么？等他投降？荥阳城现在已是草尽粮绝，我们何不杀他个痛快？张良已经传过话来，说他们的汉王已经在做投降的准备。那是张良的诡计。刘邦眼下虽然身陷困境，可他还有大片的江山在手和韩信的几十万兵马，他怎么可能俯首称臣呢？亚父，我和刘邦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君臣关系，我只是想让天下人知道，这刘邦有张良、萧何这样的谋士，有韩信那样的骁将，但是照样做不了我项羽的对手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那你当初对秦王子婴怎么是另一个态度？刘邦是我的敌手，交战结果非王即降，而子婴是秦王朝最后的象征，必须一死以谢天下，他选择投降就是苟且偷生。这老夫就不懂了，同样是你的敌人，一个不战而降你非让他死，一个和你鏖战了数年你却要接受他的投降让他活，这是什么逻辑呀？这是我项羽的逻辑。汉王前来投降。反赠我的亚父，他到底还是离我而去。范增一走，张良给刘邦又出了新招，派人给我送来了求和信，想以鸿沟为界，以东归楚，以西属汉，从此项羽刘邦以兄弟相称，
天下一分为二，旧账一笔勾销。这信写的可谓是情真意切，但是却无法打动我。我与刘邦算得上什么兄弟？但是我想，楚汉争锋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我不忍心再看见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的景象。事到了偃旗息鼓的时候了，于是我签下了这份鸿沟协议。我要带我的江东子弟回家。报啊报啊，所有文官武将都已身着便装，列于辕门之外，迎候刘邦前来交换协议文书啊。钟离将军，把刘太公和吕氏领出来，让这个刘邦带回去。什么？带回去？若无刘邦的父亲和老婆人质，我们的手里可就没有筹码了。我本来就不想把他们当作人质。前些日子我攻打广武，在城下对刘邦喊话。项羽当时对我喊话，叫我出城迎接我的老父和妻室，我害怕是计，没敢出来。好你个刘邦，连父亲和妻子都不要了，就不怕我把他们给杀了，用锅给煮了？哎，那天我也在场，当时刘邦竟然说：“项籍，你我本是兄弟，我的父亲那自然也就是你的父亲，你要是把他给煮了，千万别忘了分给我一杯羹。”这就是标准的刘汉王，标准的流氓本色。看看刘邦今天怎么说。项籍，多谢你给我面子，签了这鸿沟协议，从此以后这天下就一分为二，你我旧账一笔勾销。和谈是解决战争的最好方式，但是我希望你记住，男人要重诺言，讲信义。诺言，信义。霸王放心，这鸿沟协议签订，我就立刻班师回朝。班师回朝？啊，不不，我是说带着我的人马回到汉中。不过临行之前，还望霸王归还我的老父和妻室。这个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了。多谢霸王。我当场把刘太公和吕氏归还给了刘邦，不料这太公抬手给儿子就是一记耳光。畜生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分我这帮老骨头熬的汤的？父亲，吕氏也跟着大哭了起来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害死我一爸，你还趁机拿钱呀？夫人，畜生啊！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分我这把老骨头熬的汤的？父亲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本来救我也就罢了，你还趁机。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分我这把老骨头熬的汤？父亲，这个没良心的，不来救我也就罢了，你还趁机拿钱呀？夫人，畜生啊！你还趁机拿钱呀？拿钱，拿钱，拿钱！够了！一场原本应该肃穆的事情，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鸿沟协议成了事实。也就在这天晚上，我的鱼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将军，鱼，将军，鱼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你还是签署了那份鸿沟协议。我觉得我的签名很漂亮。我真希望这回是你主动求和的。胜利者从来不主动求和。你的悲剧也许就在于你是一个常胜将军。你愿意看到我失败吗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有了失败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军人。可惜仗打完了，
仗打完了，你又感到寂寞了？不是寂寞，是遗憾。遗憾什么？我遗憾打我起事以来，大大小小经历了70余次战斗，到现在还是遇不上一个真正的对手，战争就结束了。也好，我们可以骑着心爱的乌骓，云游四方，逍遥于山水之间。你真的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？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？可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什么？我感到刘邦的队伍正在悄悄向我们逼近，这垓下或许就是楚汉两家最后的战场了。最后的战场。我果然看见了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汉军正以合围之势向我们逼了过来，我还看见他们打出的是韩字旗号。韩信是他。刘邦既然派出韩信，他就是想要置你死地啊。鸿沟协议默契未改，这刘邦竟如此背信弃义。将军起风了。起风了。2000多年来我一直在想，一个男人最无耻的行为莫过于背信弃义。我履行了诺言，楚河汉界是我对历史的郑重交代，而刘邦这个小人却撕毁了协议，鸿沟之约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。现在我在垓下这个地方被韩信30万兵马重重围困，情况到了前所未有的紧急。把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呸！你韩信为了达到功利的目的，竟然从别人的裤裆下钻过去，一个男人怎么能舍弃他的尊严？我觉得可怕，甚至觉得厌恶。我信奉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我敬重的是义重如山宁折不弯。韩信，你我是两种人呐。够了，你不必对我这般侮辱。我现在要执行汉王的命令。刘邦在咸阳城被我围困的时候，你怎么就忘记执行他的命令，按兵不动？报！仅此一点，你就不及自焚救主的寄信忠诚。圣女，你不要逼我动手。笑话！倘若我今天死在你的剑下，倒要感谢你的成全，毕竟是你让我像军人那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。来，
但他还是牵挂生死。他舍不得把刚刚到手的封地再还给刘邦，他大概还梦想着和我们三分天下。但是让我失望的是，我期待已久的激烈搏杀很快变成了一场乏味的追击。这韩信和我战了不到五个回合就跑了。将军，韩信今天虽然败下一阵，但他不会一败再败，他会一直拖住你，直到你草芥摇穴，把你活活拖垮。他妄想。鱼，我会带着你突出重围的。这四面都是汉军，如何突得出去啊？区区三十万兵马算得了什么？我还没有遇见过对手，今天就来一场决战。没有什么决战了，即使你今天杀死了这个刘邦，还有另一个刘邦要当皇帝。即使你自己做了皇帝，你又如何能保证不变得和刘邦一样？是啊，政治永远不需要我这样的人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将军，你听，四面楚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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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汉军已经裂地拔城。不，又是张良的雕虫小技，企图扰乱军心。其实他错了，我分明从这悲怆的楚歌旋律中听出另外一种声音，那是汉军，那是汉军对我的敬重。我们楚人最朴素的理想。将军，我曾经说过，你的悲剧就在于你是一个常胜将军，但我绝不希望你失败。如果你是我心爱的男人，就答应我，一定要突出重围。我答应带着你一起突出重围。鱼，将军，thank you.
出韩信部下的天罗地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该下突围与你们对我的美化不一样。丞相，面对韩信30万兵马，我怎能杀出一条血路？其实汉军并没有怎么阻拦我，我的兵器上甚至见不到一滴人血。历史常常被人涂脂抹粉，改变了本来的面。如果我这么说欠妥当，那眼前的这一幕又该如何解释？我来到了乌江边，居然遇见了这位乌江亭长，他还事先准备了一条船，他怎么就料定我会到此？我觉得是有人事先做了安排，不希望我就此罢休给刘邦以方便。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我一直就认为他就藏在世界的深处。按照西方人的说法，这个人或许就是上帝。上帝之手每次伸出来都很及时，然而这次我让他失望，我拒绝了他的援手。霸王，江东虽小，可仍有千里江山和数十万兵马可用啊，你还是赶快过江重整旗鼓吧。老人家，东山再起又能如何？我从来就是一个不爱江山的人。霸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可要三思而行啊。那韩信的人马很快就追上来喽。老人家，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，请你用你这一叶扁舟送我的乌骓马过江。
现在就只剩下我了。我一剑在手，茫然四顾，竟然还是遇不上一个真正的对手。岂是幽默对手，以致追随于你？一直追随着我，那就是你自己。我明白了。现在该是我和这个真正的对手决一死战的时候。太史公司马迁说，我不肯过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我不同意。一千多年后，一个柔弱的女词人倒是真正的明白了我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死亦为鬼雄。千秋功罪，自有后人评说。我要说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事。一个人，一个有诗人气质的男人，一个出色的军人的故事。我在乌江边倒下，虞姬的鲜血与我的鲜血一起流淌，江水至今还没有把它们冲刷干净。每年春天，那个地方就会开出一片灿烂的红花，人们叫它虞美人。